展正熙被停课了，你不知道啊？哎，建一，我听说展正熙昨天打架受伤了，是真的吗？没什么好说的。他看起来不像那种人呢，你快说说是怎么回事。我不想说。早，建一。早。哎，何天。我想逃课，你帮帮我。怎么帮？你说。还没想好。要不我揍你，你去申请个假条就可以了。哎，好像是个办法。现在开始吧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还没尿完呢，你这个变态。